是一直在发火的现象。其实也可以知道，就是说，基本上很多艺术家其实是发火的现象，那也不是自己去选的。我觉得，如果这一点是我们做的，相学习的一个事情，因为我自己本身是比较喜欢这种东西，然后我觉得那个事件还是非常成功的，所以我就开始喜欢学习的东西，所以就是我自己是非常喜欢。嗯，这次的话，我就感觉我也是有这样的感觉，就是这样。